各位早晨，大家好，今日是2022年8月26日的朝头早。今日我是基拉大雄。至于我为什么会叫基拉大雄呢？因为呢，我喜欢看哆啦 A 梦，也喜欢看高达斯，所以我用了他们两个主角来命名。但是基拉不是玛莎之反击的基拉，而是高达斯里面那个基拉大和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今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年战争里面的龟霸 MG 的龟霸。这个龟霸呢是一年战争里面查布罗攻略战那里登场过，在08小队里面登场过，在雷霆战线的第二季那里都登场过。这个龟霸呢很精致，里面 有一个人可以开个隔绝窗，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你都可以这样开。这里都看到，其实它这个是副座位来的，还有你可以这样开，它有两个座位的。跟着然后它这里只手呢就可以伸长的，伸长的。然后它这只爪呢按我这里呢就会弹出来的只爪。除此之外，呢只龟霸咧，佢个头仲可以，只眼仲可以转嘅。嗱，佢只眼就喺里边，佢可以咁样上去嘅，或者咁样落翻嚟，或者转去隔篱都得。最特别的是这个这只手，这只手有什么特别呢？就是它可以用以上两长两短的飞弹来制成的，制成好像发射导弹的情况。我们现在试试组装一下那个螺丝批，这样你就拿个飞弹出来，然后加这个就可以加到好像发射飞弹的情况啦。跟着你就可以陷返落去，不过要注意是对正的位置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啦，好像发射飞弹那样啦。然后你还可以加装只脚那里加个水中的，好像在游緊水的樣子。那怎樣去擺它呢？當然你應該看到我們隔離有個架，這個架呢就是可以擺龜霸下去了。它還附屬還有這個潛水的人，在木馬號裡面三個小朋友，還有一個工作人員，你就可以卡去上面，然后呢你就要听到卡一声，咁你就可以摆上去啦。又可以有七个唔同嘅位可以夹，可以表示嘅形态。有呢、这个呢四个仲可以咧，加落去啦。不过一个已经几靓啦。就咁啦，可以。跟住呢度咧，佢仲有标贴，标贴就可以任何俾你拣嘅。仲有呢有啲贴纸啊，呢个就可以掹翻出嚟再摄翻入去。其实呢啲手就可以伸高或者伸长。好啦，今日嘅时间已经时间已经嚟到呢度，下条片再见。仲有大家记得订阅同埋点赞同埋留言啦。好啦，下条片见。